云溪姐，太晚了，我明天还要去区里开会呢。你先回去吧。这明天齐书记要求我还要给他做个专题汇报，我怎么着也得准备准备啊。化工厂的事儿悬而未决，就像一个火药桶，这随时都可能引爆啊。那有什么办法呀？大多数人不同意，民心难违啊。关键是村里那些老人家们，太难沟通了。难沟通也得沟通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咱们村在外务工青壮年村民的名单和联系方式。你啊，跟这个区委团委要及时联络一下啊。那些事业有成的企业家需要加入市区青联的，要及时搞好联络。好。还有啊，团支部的工作要加紧了，我们必须要把青年团结起来，为咱们的三泉村未来出谋划策贡献力量。收到。只要我有写手，就一定可以帮到联系。这些什么猫啊狗啊都让开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舌头都喝大了，别说了。哎呦，全哥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喝多了还看不出来，快快搭把手。没有。啊，没喝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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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云溪，你来一下民宿，全子和你那位马总同学喝多了。什么？行，我这就过来啊。嗯。怎么了？全子都跟马总喝多了。他们俩怎么在一块儿？还喝多了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哎，他们俩不会打起来吧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情敌相遇啊！哎，你别跟我胡说啊！本来就是嘛。对，说个正事儿啊。哦，这个明天贡米就要出库了。嗯。你和马总明天会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出货的时候必须要严格检查。你放心吧，这一次合作社把每家的贡米都打上了标号。总之不能大意，嗯，这食品粮食问题那可不是小事情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走。哎，到你那儿去拿那个解酒茶吧。好。这马总，这要是睡上一天，不耽误正事儿啊。你去把云溪叫回来。这么晚了，你叫孩子回来干嘛？有大事儿。大事儿，大事儿，自己跟他说去。你还以为你是村主任呢？我不是村主任，我是他叔伯。那我也不去，我不去。你要是想让你宝贝女儿被村里的人乱棍打出去的话，那你就别去。有什么严重？后果可能比这还严重。只要我们两个联合起来，一定可以帮到。行行行，我信我信啊！兰花姑，兰花姑，白糖水快点啊！来了来了。好，你小声点。来来，喂他喂他，你先把水喝了。来，喝一点，喝点白糖水。慢点慢点，别烫了。自己喝，小心哈。好，慢。博茹，云溪，你哭成这样了？没事。全子哥，你把他灌醉的？我没灌他，自己要喝呀。没事，我带了醒酒茶，一会儿给他冲着喝了。啊。喝成这样了？哎，妈，就是怎么了？这是全子哥灌的。谁灌了呀？他自己要喝酒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，我找云溪，你爸找的有事儿。福伯给我打电话不就行了？他不能电话里说，得跟你当面说。哎，那叫你去你就去吧，肯定是大事儿，我们照顾着就行了。你照顾我一点都不放心。哎，梅梅，哎，这样，你给马总喝点茶，让他醒醒酒。行，你放心吧。我走了啊，去吧。哥，我们来。来，来，来。
慢点啊，慢点，坐坐坐，上楼上楼上楼，走，慢点啊，小心点。君妈，你说我福爸找我什么事儿啊？问你，福爸要让我见着面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老姑，我跟梅梅我们两个去查事啊，然后你要有什么事儿，随时叫我来。婶儿，待会儿他醒了，把那个醒酒茶给他热热喝了。哎，行，放心吧。好，辛苦了。哎，没事。一会儿他醒了，喝了醒酒茶，应该就没事了。行，没什么事你就先回吧，我一个人在这照顾他就行。我回啥？我给你泡点茶，让你醒醒酒。你快坐着吧。全子哥，你怎么把人家喝成这样了？这不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吗？一高兴就喝多了。你用这种方式打击情敌，可不算真本事啊！说什么呢？我这是热心好客，这不替云溪招呼朋友呢吗？哼，谁还不知道你啊，鬼道！你呀，哪儿都好，坏就坏在你这个嘴太辣了。你小心点啊，别弄得以后嫁不出去。你别担心我，你担心担心你自个儿。我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惦记云溪姐的可不止马总一个。是你的跑不了，不是你的求不来。你的这个决策是毁了你的。决策？我就不信，没有了化工厂，这三元素还不发展了？你知道这两个厂对村里的是什么作用吗？那是摇钱树。树倒人心散，出了这么多的事儿，你怎么就不汲取教训呢？你，福爸，这人心散的原因您不清楚吗？人心乱，那是因为只顾眼前利益，根本不顾及子孙后代啊！这三泉村最大的资源就是在泉水上，化工企业最大的隐患就是在泉水上游，下游就是小清河，再往下那就是月牙湖，这要是一旦出了事故。您考虑过后果吗？草木皆兵。福爸，咱总不能存在着侥幸心理啊。我问你，你关了厂停了工，村民的收入在哪里？那经济会下滑的。人家都往前跑，你往后跑啊？那要是再出了事故呢？您说的小康社会还是吗？这样的小康社会我宁愿不要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总得为村民们想想吧。算我求你了，我代表村里的父老乡亲，求你了，行不行？福爸，我求您了，行吗？你能听我劝吗？行了，你别难为闺女。没你的事儿，回屋去。你就这冲我嚷嚷，冲完我嚷嚷，冲儿子嚷，冲完嚷嚷，儿子嚷嚷，冲闺女嚷嚷。你云溪受委屈的时候，你人在哪儿呢？姓罗那兄弟俩不是好东西。你懂什么？回屋去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您这样护着孟达集团啊？为什么呀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我跟孟达集团有勾结，有不明不白的关系是吧？我没这么说。你就这个意思？哎呀，福爸，我没这个意思，但是别人会不会这么想，我就不确定了。我行得端，坐得正，别人爱怎么想怎么想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村里那些人一直都在化工厂打着工，他们没有文化，干不了你那些高科技。他们没有了营生，让他们怎么办？福爸，别叫我福爸。现在，我以三泉村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请求你，请求你不要赶尽杀绝，给村民们留一条活路，否则
我林永福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。福爸，我的话说完了，就这意思。 疯了，谁疯了？我疯了还是他疯了？你听见他刚才说什么了？他还是我闺女吗？福爸，我不是你福爸，甭跟我说，你走。福爸，你走的越远越好，永远都别回来。走。你这家庭长将，给毁了。我毁了，我告诉你。 毁这个家，毁的三全村的不是我，是他。云溪，这孩子走还挺快，云溪。 高书记，咱们开始吧。好，乡亲们，咱们三全村贡米合作社和小马迅达线上销售合作仪式现在开始。下面请小马迅达公司的总经理马伯如先生致辞。大家好，我是马伯如。小马迅达助阵乡村振兴。 哥，我觉得我们得谈谈。我觉得如果还谈投资的事儿，我们没必要聊。那不行，你这项目我看准了。看准了？你是强盗啊？你要是非这样想也可以。如果你不答应我，我就在你项目里面捣乱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真不怕你捣乱。上全村老房子的合同我全都签完了。你还有32家没签吧？再说了，你那是租，要是我出高价买呢？ 我爸现在在进行经济转型，地产也是一个选项。他要是把上全村那块地皮买下来，那你那30几家民宿都得拆。没办法，现在资本就是这样。要不然我把那30几家买下来，合伙入股呢？说说吧，你打算怎么干？我看了你的预算，那么点钱够干什么大事业？这样吧。 我根据你的预算投资1/3，占股份20%，你赚大发了，哥。你的要求呢？我是大股东，你得给我个名分吧？什么名分？董事长是你的，总经理得是我的。